我们在进行我们这个野生动物一人一病这个监测的个采样。采样的话主要是有这个咽拭子、肛拭子，还有血液，还有毛发，我们进行给它植入了体内的一个芯片，类似一个它的一个身份证。这窝蜂猴是在我们保护区范围周边是第一次发现，我们这窝蜂猴的分布的记录就会要刷新了。在一个片区里面物种它发现的越多，那就代表着它的生态环境这个生物的丰富度就会越好。